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好，今天这是一个玄缺角的问题。好，一开始呢，他给了这个 PCA 是70度。好，那其实呢，看到玄缺角就反映玄缺角跟圆周角是相等，所以呢，这个角也是70度。题目又说 AB 等于 AC， 哎，这个等腰，那这边呢也是70，所以间接就可以推出来什么？这边是40度。再用一次，这个圆周角等于玄缺角，就可以算出来这里是40度，所以答案呢就是这个选项 C。